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有点尴尬。你赶紧走。事儿呢？不用啊。现在就盘这家，哎，风火轮小哪吒，哎，看怎么事儿。活动价是二八八。对对对，这是没吃饭，让你先锻炼一下子啊。没毛病。海虾、鲟鱼、大贝子、墨鱼仔、黑虎虾、黄辣丁，新鲜出锅大闸蟹啊！来，我帮你放吧。大梭子蟹、皮皮虾、白虾，哎呦，满满当当，全是活的。找人，这波龙一人几只？拿啥领的吗？盘儿。对，是。哦，这个盘儿。对对对。那行，那给我来一只，我给你了。好，好嘞，谢谢。哦，这是刺身区，这是大海胆。咋？哎呦喂，知了吃点不？上次吃了一个蚂蚱，我害怕了。哇，还有大生蚝，你把这个给我装满吧，来。装满了。啊，这个能蒸是吧？帮我们蒸一下。好嘞，谢谢啊，找着吃好的，吃贵的啊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小意思。我是你粉丝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OK OK 啊，涮肉可以啊，这不就清仓了吗？走，这大螃蟹捞进去。哎呀，这小海鲜，哇塞，来口大知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我跟你说，现在这玩意儿还不好抓。以前小时候一放暑假，天天晚上拿个筐在树下边那个洞里边抠这个东西。那、还是那味道。我尝尝这个跟我那个蜈蚣有什么区别？这香，有一说一，这生蚝的个儿确实大，真正美，满满当当啊，乳山生蚝肉，生蚝就得这么吸，我跟你说，哇，别吓我，咱汤里边有没有加四十二号混凝土？这我咋不会呢？来条鲈鱼，首先是这个口感，你能确定到的是，它这个鱼肯定是鲜鱼。啊，真爽！哎呦，大波龙！你看这虾黄，啊，我去！哎呦，弄上点没没事，要包水钱我不愿意吃。为啥我这个肉这么深？看这大钳子，哎呀！太棒了，继续造我的捧盘呀！来个阿宝，太爽了，哎呀，看这炸螺，这么大一块白肉，真美！看这海螃蟹这黄，梭子蟹比这个闸蟹肉多，但是它的黄没有闸蟹的黄香。你看再拿点梭子蟹，哎，那小海胆特别饱满啊。螃蟹都捞完了，好嘞，谢谢。逮肉，逮肉，逮肉！哎，哇、这芝麻酱一裹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有点尴尬？你赶紧走！轻松，轻松，轻松！没了，哇，够了啊！我跟你说，回去更尴尬啊！是呢，我都要射死了，嘎嘎地，看看怎么个事儿。哎呀，哇塞，哦，太香了！哎呦，我觉得他们家性价比还是挺高的。为什么呢？第一，你看波龙，还有这些活的这些小海鲜，什么该有的人家都有。第二，就是在200多这个档位里边，我们第一次吃到可以实现海胆自由，一下就能感受到店家的那种真诚。活该人家生意好，对不对？没错，三个字啊，嘎嘎地。